Change， 改变生活。改变是一种成长，透过改变而逐渐迈向创新。创新不是一触可及，是慢慢累积，持续挑战。创新不是灵感般的一闪而得，是像建筑工程，一根根的钢筋紧密续接，有计划性的、系统性的共构而成。当每个人都在空等别人改变与创新，让我们为了自己与下一代的生活，从今天开始改变，并坚持下去吧。